我现在要打的这杆花式表演球呢，是白球摆在这个位置，击打二号球。你假想二号球你要打进中袋，然后二号球进中袋，三号球进右边的中袋，四号中袋，六底袋，七底袋，然后白球会走一二三颗星，撞击三角框。等下这边会放一个三角框，然后八号九号进袋。王姐辛苦了。我们让小婷先表演一遍。丽文呢，刚才在上来之前啊，好像有点稍微有一点紧张。